大家好啊！今年敏侨中学咧嘅毕业生考试成绩非常之好，有四位同学咧系考入去大学，包括港大同埋科大演艺学院。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特别要加强同学咧个读书方面嘅动力。所以咧，我哋请咗一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嘅得主 Professor Sir James Mullis 咧嚟同我哋咧分享佢嘅成功之路。在他的人生里面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做过一些什么决定呢，他都会一一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是一个十分之难得的机会。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个活动呢是启发同学努力向自己的理想进发。那我身边呢就很多谢阿吴迪同学呢帮我揸住 Sir James 的 poster 的。那我想问一下吴迪呢，你期不期望今次 Sir James 的到临啊？我今次是非常之期望 Sir James Professor 的到臨的，因為他是諾貝爾獎的得主，獲得諾貝爾獎一定是有不同的方法和一些經驗，同埋或者一些特別的人生經歷才可以拿到這個獎，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今次的這個講座可以學到一些知識上面或者一些學習方法上面的東西，幫助我們更加可以進入大學。我們都希望吳迪同學呢繼續努力，大家呢千萬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讲座是公开报名的，欢迎大家留意我们的 poster， 拜拜。在今年5月9号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我们就会邀请到诺贝尔经济学的得主莫里斯教授来到我们学校进行分享的。我身为敏侨的一份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相信在他身上我们会学习到更加多我们的思考方式啊等等不同的。作為我們家長，我們很高興學校可以邀請到莫里斯教授來到我們演講，希望同學可以隨他的演講得到這個啟發，發揮他們自己的潛能，取得他們更大的成就。我希望藉著莫里斯教授的分享，令同學能夠產生追求理想的動力，邁向自己的目標，更加希望將來有更多的敏侨之星，或者有好像莫里斯教授一樣的傑出成就的校友。